嗯，怎么又来了？谁教我的？谁？我。哦，嗨，妹妹也是，你也是雷公夏粉丝对吧？对对对，好，那我来唱这首歌给大家听。
今天这样子的配置，这样子的演唱起来，就真的蛮有一种飘荡的感觉。但是如果在听 CD 的话，就是会更再更多添一点点萧瑟感。好，时间过得超快的，歌快要唱完了。好啦，再来一首叠字的歌吧。刚刚有喵喵，好吗？好吗？还有什么叠字的歌？好吗？好吗？没错。